你这套话能力很强吗？孙教授，多谢了吧，让我知道你们去的地方是哪儿，这也不是什么坏事啊。再说了，咱们的目的地都是一样的，这一路上有个照应，这不是更好吗？我不是之前跟你说过吗？不管你收到什么消息，都不要离开龙城。可我也说过呀，我不能答应你。 这得取决于我们收到什么样的消息。既然这样，等车修好之后，我们就各自出发吧。嗯，那可不行啊！你现在已经告诉我有危险了，那我必须得跟你待一起啊。如果你这第六感再很准的话，怎么办？哎，没问题了，谢谢啊。好了，来，同学，那个你看啊，这车吧也刚修好。 这前面全都是山路，也不好走。你这太年轻，肯定不行。这车就交给我这个老司机了。孙教授，别傻站着，上车休息吧。别静，开我的车去。这世界很酷。